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你看。哎，先生，我刚有检查过了，咱们的风速、风量、温湿度、压差，还有悬浮粒子、沉降菌，噪音照明全都通过了。这是三号机。可以啊。好，哎，你别看这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他可是浙江最好的专业技工学校毕业。以前我打架都十几起，校长都没舍得开除。你跟我这打架，我也没舍得开除。那我可是技校学霸呢。学霸有特权是吗？老板，这是最好的。 电焊机，现在可以正式生产了吧？啊，可以。大家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把所有的设备这都调试完了，就等着总指挥点火。哎，你好。 按键启动就开始了。是，那我启动了。动作准备。